我想大家跟我的感受一样，都觉得这个悲剧令人痛心。美国非裔青年弗洛伊德“我不能呼吸”的身影似乎还在耳边，我们又看到警察暴力执法的悲剧在美国再次上演。据非营利组织“警察暴力执法地图”公布的数据，去年美国有1186人死于警察执法，平均每天3.2人，其中非洲裔死亡的人数占比高达26%，远远高于非洲裔在美国总人口中13%的占比。美国总是在国际上高呼民主、自由、人权，甚至以此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。美国政府要做的是放弃双重标准，正视国内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问题，不要让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。